主料，莴笋5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，橄榄油、盐、味精、鸡精、葱、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莴笋去皮，切成寸段，炒熟鸡蛋，炒锅放橄榄油加热，葱姜入锅煸香，笋片入锅单炒，加盐、味精、鸡蛋入锅，翻炒均匀，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，这个菜吃的是清香味道，看的是淡淡的颜色，所以不需要放酱油等重色重味的调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